Move 歌手導賞團由我莫文蔚帶團。我要帶你去明天。今次牛話有我嘅新碟《不散不見》帶俾大家，同大家一齊分享，希望你哋中意。在消失之前，記憶背面。大概一年幾前就開始構思呢個專輯嘅即主題啦。咁因為喺同時間咧，我係籌備緊我啱啱去完嘅一個三個月嘅旅程，所以咧我就覺得好順理成章咧，即係將唱片咧都應該就係叫做 departures， 即係就係我要出發啦，我就要去尋找一啲新嘅東西啊、事物啊咁樣。咁同埋其實我覺得用再見嚟做一個主題，其實都同我好有貼身嘅感受啦，因為咁多年嚟我喺我工作裏面我都係不停咁去，即係好似一路前進喺一條路上面咁喺度不停跑啊，咁啊去向下一個目的地出發啊，成日就係會見到 departure hall 啊同 arrival hall 啊，咁所以就覺得啊，即係再見係一個好玩嘅 topic 咯，對我嚟講，同埋叫做不散不見咧，就係即係我哋將平時大家熟悉講嗰句不見不散，將佢即係稍微 twist 一 twist， 咁就其實係可以 bring out 到在再見裏面，如果你不首先去 say goodbye， 你亦都不會可以有跟住再重逢或者再遇見的機會，同時間是帶有一種希望的來臨，即雖然再見兩個字，但 是哇，我覺得很有很多不同的方向去讓我們發揮，所以將碟即十一隻歌，但是每一隻歌都是有一個少少不同的 angle 去表達呢一個題目咯，都好順利咯個過程。咁亦都冇話即係同譬如做做下就覺得哎呀死啦，同原先諗嘅嘢好似即係有距離啊。其實冇，係越做越投入成件事裏邊。可是不散看不見。請邊位仁兄嚟幫我即係操刀啦，製作呢張碟啦。咁我都即感覺上覺得一定係揾一個未合作過嘅人嘅，因為即張碟都叫做不散不見啊，即係 departures 啦。咁所以應該係有啲新嘅元素可以引入啦。咁方井就同佢，因為由2009年做 tour 嘅時候開始，已經係哇不停咁，即喺舞台上我哋係啦合作咗好長時間啦。我覺得佢係即係好有諗法，好好嘅，即係好有才華嘅一個音樂人，所以我覺得可以喺專輯上面都可以嚟即係一個合作咯。其他的即係創作人啦，咁有啲就係一啲老拍檔啦，咁譬如李卓雄啊、林夕啊，咁都係即係。幾乎每一張唱片都有他們的出現的，因為他們也都很了解我，所以即那個默契是即很難得，所以他們是走不穩的，但是其他很多都是我一路即可能認識很久但是都未有機會合作的一些對象，譬如上石女啦，或者吳青峰啊，都是即哇一路很欣賞的音樂人，其實今次是特登想有一些即新的合作夥伴，我覺得這樣才可以即找到一些即自己身上都可以找到一些新的元素。